这个固渣啊，就说是它那个颜色程度当中啊，和咱调那个间隙是有区别的。哦。如果咱这个间隙调的很小，那个固渣会发白，就说是里边就基本上没有肉。但是呢，这个就说，如果说你的间隙太小的话啊，就是硬把这个固渣挤出来，就是咱这个固渣。挑吧。停一下，展示一下，展示。你那个，你又不把这个设备拍个照片，拍个就拍个。哎，这我不怕你拍，为什么？不，还没事，我网站上有，我给他发图片。你拍了以后，你和你上别地方看什么啊？你对比一下，你不对比，你看一下里边有啥？货比三家。哎，也是电机，就个电机，还有电机板，对，就这东西啊，就是。